检警单位的跟相关的单位做厘清跟处理。那现在市售的全桶香猪油产品，因为有品质上的疑虑，所以我们已经启动了回收的机制。那本公司其他生产的产品，因为在原料的使用上并没有使用到原猪油，所以没有品质的疑虑。那在这边呢，特指向市卫大众澄清。那我们回收的数量有多少？因为我们已经出售的数量，目前我们已经有统计给主管机关了。那从昨天开始，我们就开始陆陆续续在回收了。那可能因为现在各个业务都在联系我们的客户跟厂商，那可能数量我们还要进一步做统计。对，对对对，那我们会有统计的资料跟卫生单位。那我们还有库存，还有27吨还没有使用。事件知情吗？当然是不知情。